走走走，走到三分之二的时候，我就真的已经忍不住了，因为我在沿路一半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开始塞了滚，你们知道吗？类似有点像这样子走路，有点掰咖掰咖，然后全身都很紧绷这样，我就赶快冲上去，然后我就不管三七二十一，然后我就噼里啪啦枪，然后就哇，哦，那一刻我真的是阿弥豆腐，你知道吗？不是我的主张，也会因为我暴增点击量，自带灯光，自带机场，自带化妆，自带舞蹈，你怎么还不为我武装高手？拜托，我前几天看到有个歌迷，他在我的脸书上面贴文，他说他上次 Ella 秀的时候，我走到他旁边啊，然后他就说，我才惊觉我的偶像已经老了。这个歌迷有够老实的啦。女人若没人爱多可悲，就算是有人听我的歌会流泪，我还是真的期待。小时的时间我一定 hold 得住吧，我的肠胃没有那么弱吧，于是我就还是很放心的吃了中药这样子，然后呢我就开始走走走走走走，走到三分之二的时候，我就真的已经忍不住了，因为我在沿路一半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开始塞了滚，你们知道吗？类似有点像这样子走路，有点掰咖掰咖，然后全身都很紧绷这样，结果我竟然在回程的路上半山腰看到了一间厕所，我觉得那一刻真的老天爷有在疼我，他没有真的让我完蛋这样，然后我就赶快冲上去，哎，我来的时候还没看到他，竟然回去的时候看到他，我就赶快冲上去，然后我就不管三七二十一，然后我就噼里啪啦枪，然后就哇，哦，那一刻我真的是阿弥豆腐，你知道。Everyone have fun, be fun.